工作人员将收工回来车卖，倒入去机器内底清洗，然后搁放入搅拌机内底，加一挂盐做火搅搅嘞。今年受到反常气候影响，全国上大青梅生产区信义乡青梅产量也受到严重冲击。虽然天顶雨落未停，农民也是赶咧采收青梅，树仔卡就是已经落甲满四界梅啊。主要就是最近以来大雨不断，青梅开始出现落果的现象，若无赶紧进行采收，只惊损失会更加严重。产量会减少，因为一直下雨的话，产量会减少一点。啊，之前是雨太少就对了。对对对，现在雨太少那果子也长不出来，所以就产量就会比较少一点，工作会比较少一点啦。就是梅子少的话，比较没有人会来做啊，因为产量真的太少，而且又销不出去。影响很大，因为之前都没有下雨嘛，我们要采的时候就开始下了，就影响很大，梅子掉很多，会很快黄。收成影响多少？三层掉满地了，工作也会比较少。的工作比较少了。进前是雨露未落，造成进入生长期的青梅果粒生未大。最近又搁不断出现熊熊一阵大雨，造成梅啊落果非常严重。信义乡青梅整体产量对去年六百万公斤减少，到只剩四百八十万公斤，减少大约两成至三成，影响更加大的是青梅价钱直直落。信义乡农会为此启动保证收工计数机制，借此来降低农民的损失。最主要就是它梅子的果粒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小的，所以在价格方面就比较往年还要低。今年信义乡农会收购的翠梅的价格，我们就以42块的这个价格来做保证收购。那目前我们在做 Q 梅的，我们就是每公斤在32块以上到34块之间，一斤收购在30万公斤。但是我们会看市场的这个降状况，假如说我们有严重有滞销的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可能还会再酌量往上再增加我们的收购量。信义乡农会表示，虽然目前暂定收工数量是30万公斤，但如果青梅价钱一直好不起来，农会嘛无排除增加收工数量。农会嘛强调，虽然今年青梅果粒较细，但并无影响品质甲口感。希望民众会当踊跃买青梅，除了对身体健康有帮助，也会当帮助辛苦的农民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